曾是任中国学社的陈圭德主席，以及官传媒，主办今天的余英时先生追思会，给了大家一个聚在一起，在云端跟现场，那个聚在一起那个追思缅怀余先生的生平实际的机会，所以先表示感谢余英时先生。我就是跟他就认识很多年了，这个是因为1989年六四以后，我就是台湾联合报驻纽约的记者，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美加新闻中心就那个专门就是把我们新任中国学社作为一个采访的站点，我就有机会呢就经常去普林斯顿来采访。关于这个余先生呢，已经就是大家各位已经讲了很多他在思想史、文化史跟中国历史方面的那个研究跟贡献，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说的是，余先生他在守护民主自由价值，跟流亡人士的那个关系和贡献，在这一方面我可以说是很有发言权的。余先生他是8月1号就是安详去世的消息他传出来以后，我看到最近晚上也铺天盖地都是悼念他的文章，但是对他这方面守护民主自由价值跟对流亡人士的爱护这方面呢也是琢磨不多的。我自己就感觉他对他这方面来讲，就是六四以后他跟他的太太陈淑萍女士，他是不是为六四以后被迫去过留乡，那个流亡人士，他们是去过离乡的人士，就是提供了一个庇护的家园，他们就是提供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一番净土，可以说作为他们的这个家园，就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很温暖、很温馨的家。因为当时我曾经呢也去了中国学社，看到余夫人她是一声令下，就为大家就是那个在普林斯顿这个校园就是教职员工提供了一屋子的那个锅盘瓢碗啊，还有很多新衣服啊、日用品啊。当时我还记得我自己都，他叫我搬了一车那个东西回到那个，我因为我住在法拉盛，当时这边王后区呢也有很多流氓人士住在这里，他们刚来的时候都一无所有，所以我拉了一些东西回去分配给他们，还去了那个 Amherst 的那个陈一之，当时住在那个王后区的 Amherst 那边，我也拉了一些东西去给他，都是非常实用，也都是那个余太太她的魅力，就是她的那个就是为大家就是提供的这些，可以说是及时雨吧。尽管呢他们某些人的一些所作所为吧，后来呢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伤了余先生夫妇的心，但是余太太我感觉她是用那个宽广的胸怀跟悲天悯人的情怀，就是抚慰了因为六四事件众多流亡人士的这种那个伤痛，其中呢对天安门学运领袖的柴林的关爱更是恩重如山。但是他们夫妇呢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我是有柴林有邀请我在他的那个在普林斯顿那个威尔逊那个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是唯一他邀请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的记者。我从头到尾看到余先生夫妇对他的那种关心啊，特别在那个柴林传出养狗的时候，乡野大波的时候，余太太就挺身而出
说柴林为什么不能养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感觉都这个都是对柴林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温暖吧。在六四以后，普林斯顿大学呢，他是收留了很多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还有这个知名的学运领袖，一共是26个人。那你们比我更清楚，因为在座各位我看到有很多是当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老朋友，这一段历史呢，你们应该以后我希望你们能真实的把它记载下来，为历史存真。因为今天很多人要发言哈，我其他的我因李先生他过世的时候我有写了几篇文章，在他没过世之前呢，我也有机会就是在那个世界日报的社周刊有写了很详细的有7000-8000字的那个专访吧。所以而且呢，在他过世以后，我也写了那个因时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我想文章里面说的我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因为大家也累了，开了3个小时的会。最后呢，我就是要提到8月4号我知道于医生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我马上上网查，就发现了网上没查到这个消息，所以我就把朋友向我求证的给了小康还有王丹。我当时对王丹是说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想他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么在历史上占有这么重要那个知名的国际知名的史学泰斗，怎么过世的时候网上这样小道消息传出来的，但是网上查不到消息呢？而且为什么不是普林斯顿大学来发出这个消息呢？我当时是就感觉有点不可置信，所以我跟王丹讲，因为我想他应该是应该会一个很隆重的葬礼，而且是备职哀荣，这样才适合他的身份地位的。但是后来我看到了那个台湾中联院的一个讣文在发表他官网上，所以我就相信是真的了。但是我转念一想，可能这个很适合于先生的他的这个他这个一贯的风格吧。因为我访问他的时候，我的标题就是说于先生他是那个就是就是宁静自养，我是用了这个做标题。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他生前的那个意愿吧。他那个于先生跟他两位女儿都是尊重他的生前意愿，所以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悄然下葬。想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我对他的肃然起敬。所以最后呢，我用徐志摩再别康桥这个诗为于先生送行，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谢谢大家，我的话发言完了。